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剑会的暴力对决，关键方式珍宝阁，对战方式白驼山少主啊，一个顶尖的三物理团队。那关键方这边上的是一个盘丝武装的双峰，配合着狮驼岭加魔寨，看了一把龙阵，对战方说灵波一石头化身加地府的组合，看了一把阴阵，也是大克了关键方龙阵 10%。啊，现在阴阵啊也是三公团队经常开的一把阵法了。啊，两个伤害位啊还有速度位给狮驼岭带一带啊，还是蛮香的。对战方来了一斗破碎啊，来了一手破碎呢，破血狂攻，再来一手，看一下关键方狮驼这边最后一下差一点点，前面还有宝宝魔王5900闪爆，感觉狮驼走远了。再飞一个，哎，这闪现出的啊，高连高攻带走关键方狮驼。那这样对面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缓冲时间了啊，宝哥这边没狮驼，对战方压力小很多的，有足够的时间啊去积攒自己的一个战役。看看对面这场比赛是个什么思路啊，白驼山少主他们这个三物理啊小点子非常的多，而且他们的凌波城正常是不点，那叫啥真君显灵的啊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点那个天神怒斩的经脉。宝宝也神用，哎，关长风这边风系节奏还是蛮不错的啊，212就是得封啊，就是得封一封，放下屠刀忍一忍，让对面节奏不好，自己的节奏才会好。破甲术再丢，惊涛怒，咱们看一下伤害，5000出甲1900，3200，哎呦，是有点疼啊！出甲2200，对面凌波伤害怎么这么高呀？这手大克握在手里还是蛮舒服的啊！这个输出打出来确实很亮眼。关键方这边只有单纯的一个魔王，无所谓啊，能接受。用壁垒开场是为了要壁垒的一个抗性啊，壁垒本身抗性比较高嘛啊，比较耐扛一些啊，出善恶的话虽然伤害高，但是前排宝宝扛不住，关键方这边他就不好打。啊，这边熬到狮驼站起来可以先来一手变身啊，由于开场就被对面吃了一手破碎啊，所以说关长王狮驼很不舒服，又砍了一个蓝药。对面狮驼占了一个15%的速度位，关键时刻来控制关长方的狮驼，那就简单很多了。两个凌波再占一下伤害位，在不丢掉输出的同时，还让狮驼能够抢到一手速度，完美。哎，怎么感觉关键方有点绷不住了？哎呦，这小枪捅的盘丝没了。5000多，这盘丝又没了。无间地狱直接开启。大哥，你不会一把无间把自己送走吧？关键时刻武装罐水风，一手金青再回一回，一个盘丝倒地，宝哥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况且也没中小草啊，稍后拉起来就可以。
玩家方势头也起飞了啊，有无间地狱伤害加成也不少。我感觉关键方可以开一个魅眼如此啊，把这个无间地狱给它顶掉啊。无间地狱是让人多承担伤害啊，魅眼如斯是让人少承担伤害，这一来一回差很多啊。嗯，稍后拉起盘丝可以来这么一手啊。对面血量也残了。小死亡再来点魔王。哎，其实这场比赛你别说啊，对战方没有过多的套路啊，没有过多的套路，就是我开场点你一个，我就搁那儿惊涛怒啊，我就在那儿惊涛怒，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。在守住盘丝的一个尸体，魔王又被小死亡点杀，对面又没压力了。再来，武装也没了。这个又崩了呀，哥哥。化身色身上这得有个15回合的大死亡。啊，这一倒地比赛就结束了啊，两个天神怒斩往过砍一砍呗啊，感觉可以直接上天神怒斩。天神怒斩是可以啊，天神怒斩是可以忽略 25% 的防御啊，提升自己 50% 的伤害。天神怒斩6400，再来一个6300，关键方法生死直接没了啊！提升50%的伤害的前提是凌波城只有一点战役啊，如果不是一点战役的话，只提升25%啊，它会增加25%呢。给大家总结一下吧，就是提升25%的物理暴击率，忽视25%的防御，还要提升25%的伤害。啊，如果是一点战役会提升50%的伤害啊，就这么一个思路啊，用完以后还会永久提升天神怒斩的伤害啊，这个技能比较长啊，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也算是一个单点的突破类技能啊。真君显灵也是这么一个技能啊，真君显灵也是一个突破类的技能，但是它的玩法不一样。天神怒斩不需要去积攒自己的一个战业啊，直接就能爆发出伤害。啊，真君显灵前期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。那这样，关家方没了化身四。啊，这肯定是没法打。哎，我发现宝哥最近两个月老翻车3物理啊。哎，以前不翻车的啊，以前宝哥打3物理是基本不翻车的。这两个月有，我算了一下，应该是翻了6次
啊，这六场比赛咱们也都做过啊。如果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啊，应该都看到过。可能是在属性上或者是打法上做过一些调整。2600，回血狂攻没了啊！这个回天法术，6300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